注入的感觉，是交易，是有感。从小小先开始带领以后，我们要大幅的增长，然后前后已经改过三把。今天跟各位大家，这个是第四把，也是最新的美女经理，而且它是水钻，而且这水钻是我们经理有大概一年多的讨论以后才真的改成这个新的水钻。那这部车，我相信啊，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形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复古车，它的形象以及它的真实的一个image，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部车到现在能够卖超过40万，这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大的奇迹，因为我们由美女以后，再加上新美女以及后来的那款啊，它不同的形态，那我们光阳在复古车这种旗舰车里面达到它接近50多的市场率，这才是光阳真的把这部车推出来以后，真的让消费者满意。而且我刚才讲说，我们这个高雄市长跟这些经销商，在我们42万多台里面，他们就卖超过20万，所以这实在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在这部车让消费者的反应是非常大大的一个感受，同时也非常的满意，所有消费者都满意。那今天我们发表的新的机种，我们有一些像开车忘机加码1万块，同时我们也跟我们斯拉洛夫奇合作，让有买我们车的要抽奖啊，到日本去旅游，到东京的机票。所以今天很高兴啊，各位美女能够来参加我们光阳这难得的一个庆典啊，谢谢，也感谢各位这些来参加，谢谢。我是不是要拥有这一台
好，我们再回到中间的镜头，看到没有，媒体朋友们，拍照方
中间。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好，那我们首先会在我们的这个命运飞展前方呢进行媒体联访的部分，那我们请您两边留步。那模特儿可以先旁边稍作休息，谢谢，小心脚步。我们待会儿会带大家去用餐，所以如果没有要先坐轮椅，到巴士上休息。或者我们也可以美食佳肴，要让大家好好的味道一下。那当然呢，我们再一次的要邀请到我们的柯执行长来跟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近距离的，我们来好好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柯执行长。告诉各位美女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午宴哦。那光阳想到各位既然来我们参加我们这个猫条会，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中午能够让大家尽兴。那我想这个美食佳肴以及这个林皇宫的装饰，你会感觉它真的是气势是够的啊！我说这个大理石哦，这个进口超过2亿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餐厅哦。那今天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以光远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很 open 各位啊。同时我们也有一个简报，让各位了解一下目前市场的状况。那我们这个水钻板，我跟各位报告，真的在全世界来讲，光远这部车跟斯瓦洛斯基是 number one， 超过1700万颗的水钻。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让他们来讲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因为其他的厂牌跟他合作都卖一点点，没有像到我们这直接卖到消费者，大部分都在橱窗里面，他卖几台而已啊。普通跟他们斯瓦洛斯基合作都只有在什么那个特制版，然后放在橱窗里面卖的都没有几台，但是我们这不一样哦，你看路标在跑的，就是台湾到多少车子在跑。所以真的是有它的特色啊！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300万的时候就第一名了，现在1700万都没人赶上我们的。好，谢谢，谢谢，谢谢柯执行长。好，我们今天特别安排这个餐序呢，让我们各桌的媒体朋友都可以近距离的跟我们 Kimbo 的贵宾啊一同来好好的聊聊讨论一下。那当然就如同刚刚柯执行长跟大家提到，今天呢有一个简短的简报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趋势。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邀请到的是营业部经理黄俊平黄经理来帮我们做分享，欢迎。您好，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欢迎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今天来到那个高雄，也托大家啊，刚刚那个活动的时候没有下，这两天高中南部的雨实在是蛮惊人的啊。然后现在由我来大概叙述一下今天的主角啊 ，mini 110啊，这一个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一些过程啊。mini 110它从2009年，其实它从2007年就开始在酝酿，我们的 sketch 就开始在那个一直在画，可是这台车我们相当慎重。从2007年到2009年，我们确认再三以后，我们才把它推出来。所以推出来以后到今天，刚刚大家在那个公司已经有看到，今天是我们428,888台的一个下线，所以它是创造了一个在光阳19年到509万台里面，它就贡献了45%，所以这是光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刚刚警长有介绍，今天也很高兴哈，那个施华的叶经理哈也莅临我们的会场。其实他给我们一个想象，
就是说车子原来可以这么做，所以我透过这种灵感，来自时尚经理的灵感，然后通过世华这边的帮忙，我们把这个来自时尚经理的灵感把它汇整出来，就诞生了我们的一个 Mani 之旅。其实今天是 Mani 第四代的一个推出来，我们从这个代言人也好，从提供签会直到夏亚轩。这是我最辛苦的啦，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基础上了以后，每次啊天中千会啊要上台啊，我都跟着上，然后那个叫我先要上台啊，我他也找我一定要跟着上，哇，我的这个每次都被我们的管线害啊，啊每次都跟着去什么活动都跟着上架，哇，我很辛苦啊，这我感触最深。这个局长是我们光阳最佳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他推出了很多车型，可是不管推出什么车型，我们希望 Mani 即使是光阳，很明显我们要推出一个品牌的一个概念，所以 Mani 我们给他一个 symbol 就等于时尚，然后复古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流行，所以我们这个经典只能看起，可能是无法超越。有 Mani 的加持，其实我们现在把国内，其实作为一个车厂，我们是希望我们出来的产品可以去满足我们各个阶层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时尚车，把 Mani 定位在时尚车，一些女性朋友啊，一些追求时尚的小妹妹啊，这些时尚车里面，其实我们从 Mani 推出来以后，我们在这个总市场将近15%的一个市场区隔里面，我们到今年7月，我们用占了49.5%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然后回顾一下 Mani 啊，其实大家看得到，它从上面一直从2019年到2019年 ，Mani 我们曾经也有其他的一些车型衍生出来的车型，在丰富我们这个时尚这个族群的一个品牌。那个时候有推出一台 Mani 1.2 罗密欧。第二代的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在 Mani 10的基础之下，我们推出一个 Mani 12罗密欧。在2017年第三代就是 New Mani 10，这边我们也是根据 Mani 的一个基础架构之下，把它推出来。其实现在在光阳的时尚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就是 Like 12跟10。我们发现啊，时尚车在推的过程里面，我们刚讲满足各个阶层的一个需求。其实车型不只是比外观的，它还有大型，所以在 Like 来讲的话，是我们去推出一个，它可能是需要比较大型化的一种车辆的消费者，可是它要时尚，所以我们把 Like 12也是在 Mani 的一个基础之下把它推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四代衍生，包括 Mani 10、罗密欧，然后 New Mani 12、Like 一起造就了一个我们时尚的一个版图。刚49.5的一个组成大概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相对应竞品，它有时尚的基础，可是我们现在透过 Mani 的一个基础之下，所架构出来的 New Mani 10、12、Like 12、15，我们在这些精兵的一个合作之下，其实我们在7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7万多台的一个总市场里面，我们拿下了49.5%的一个市场。当然，第四代的水钻，其实施华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大家车子就在这里，当初来体验的时候，他提了很多案例，都很喜欢。到最后，我们就挑出这个 symbol。其实你不管是从前饰板还是侧边的一个水钻的元素，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巧思 ，Mani 都在里面，所以 Mani 永远在我们心中。你也不也给自己一个期许了，我们希望第四代的水钻出来之后，我们在今年全年度，我们可以挑战整个时尚车的一个占有率。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黄经理跟大家做的分享。那这边呢，也让大家看一下，在我们会场的右侧，大家如果是面对我们的这个荧幕的右侧，这边有我们经典向我看齐10年大事记的一个流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从2009年我们推出，一直到今年2019年8月，我们推出了第四代的水钻版。大家可以发现，朋友们将。
视线聚焦到我们的荧幕，一起来观看这段广告。好，大家稍等我们一下哦，我们让大家。好，我们再让这个广告让大家从头再观看一次。Mini E10 Fashion Scooter。耀眼登场 ，Kinko Fashion Scooter， Mini 闪亮不过400,000台，购车享泰州换新最高补助10,000元，再抽东京来回机票。哇，看到这个新的广告，今天是我们的大首播，所以我们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伙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可以享用我们光阳为大家准备的美食佳肴。那同时呢，因为各位的特殊，我们都有光阳的这个贵宾，有我们的长官。那如果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好的来聊一下我们的 Mini 110。那么在我们的前方呢，我们的大师姐，欢迎大家待会有特别准备一份精美的礼品要给各位。那你们到时候看到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个图腾是采用水钻之王Crystal Rock 的设计，它很久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符号，代表了 Kinko 跟施华洛世奇的合作，对无限延伸拥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把它直立的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八，一个发，也就是各位的支持跟帮助，我们相信 Mini 110会发很大。谢谢各位。